大家好，我是一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2021年真的对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不平常的一年啊！从6、7月份开始砍教培，从9月份恒大危机暴雷事件以来呢，然后我们国家又开始控房价，从这个10月7号对不对？然后美团被罚34个亿开始反垄断。好像今年对我们普普通通老百姓来说，好像是这个改革特别巨大的一年哈。我看着有很多财经专家说2021年是大变局的一年，也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可能生活的一个拐点哈。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可能街头小巷现在都在传，也在议论一个话题，叫共同富裕。很多人也在猜测，我们可能未来就是会朝着那个德国那种就是老百姓生活的那种方式开始去学习，或者说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真的能够实现富裕吗？或者是说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老百姓，每一个老百姓认认真真去思考的问题哈。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财经专家说的，我们现在已经马上和快速越来越快的这个速度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也就是说我们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叫人机共存的时代。这个我觉得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还没有觉醒哈，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就跟大家先说一说我对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粗浅的了解。首先啊，我们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已经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虚拟人啊，就是前段时间在抖音上一个叫华智兵啊，他现在是就是人工智能那个创造出来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人，他现在就读于这个清华大学啊，那个是一个学生，他可以自己绘画，他可以自己就是编曲，还可以自己弹吉他啊！他前两天在这个抖音上自编自唱的那首吉他曲哈，可以说是火遍全网啊！很多人也在就是说去问哈，说是虚拟人能够用手摸得到吗？啊，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虚拟人他是一个在特定的环境下投影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人物，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用手摸不着。但是呢，他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就是摸不着的一个空间里边，他是存在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上去觉得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其实它在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已经存在了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在春晚的时候看到那个虚拟人和这个各个明星在同台演出，是吧？还有就是现在 B 站上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网络主播，他们都是虚拟人啊，但是他们很多的虚拟人都是有这个真人在后台去操控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反应啊，还有一些主播的流程啊，直播的流程啊，都是有真人去操控的。啊，也有一些是通过计算机可以就是系统算出它可以自动回复的，就是智能虚拟人。这是虚拟人哈，虚拟人可以说慢慢的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场景当中。网络直播是可能现在目前来说，还有包括以后一些就是说一些舞台的演出，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些应用场景。再一个就是智能机器人，其实现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说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应用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这个网友知道的，日本现在出了一款智能机器人叫妻子的，完全替代了就是这个妻子的这个职业，这个角色啊。我看到有很多情感主播，他们都在出这个视频，说什么？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这个男性都不再去通过和女性结婚然后繁衍子嗣，都是去采取用这个娶这个就是就花钱去买一个妻子回家，一个智能机器人，那我们人类有可能真的就要走向灭亡啊！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听上去挺恐怖的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如果肆意妄为的就让这个智能机器人去发展，去大肆应用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场景，很可怕。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在17、18岁的时候，喜欢看那种美国的科幻片哈，就是智能机器人人机大战啊。我那时候还在想，哎呀，美国这个想象真是不可思议哈，天马行空，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哈，就在我哈，就过了20年以后啊，这将近我是39周或者40岁的年龄，居然已经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年代啊，马上要和这个能出现要和机器人共存亡的这么一个时代当中去。
比如说现在哈，就我们可能很多这个老百姓都已经见到的，就在图书馆啊，什么在行政，在政务中心啊，会有一些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在给你指路，在给你回答一些基础的一些问题，它都是由这个机器人来实现的。然后，但是现在，就是说那个在很多的这种，就是你比如说快递啊，仓储中心啊，都已经有大量的机器人在替代人工，在做什么，就在做整理呀、出库呀、搬运啊这样的工作了。也就是说未来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流水线的这种工作和这种制造型的这种工作，会有大批量的人工劳力都会被这个机器所替代。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啊。而我们现在那个国家也定调了，对不对？然后就是未来我们要往这个就是创新能源这些方向去发展，还有这个制造业去发展。但是以后就是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的话，全部都用这机器人去替代的话，那我们这个老百姓真的就会面临大量的老百姓会去失业。这个可能是比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负债，然后我们不结婚，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婚姻失望，甚至对人际关系失望，这些那个社会现象会更加严重的一个，我觉得会更加严重的一个社会现象会出现。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哈，可能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就是意识形态就觉醒到这个，如果人机共存可能对我们人类是个威胁，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来了。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很多国家对这个就是智能机器人上市啊并没有一些防控，或者是说提前一些预防的一些机制出来。很难以想象哈，未来如果机器人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当中去应用，未来是我们人类统治机器人，还是机器人去统治人类，不好说。因为毕竟机器人他们是一些高科技，他们的这个就是反应速度和这个全都是靠计算机来去计算的，他们的这个决策，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个智商的人要强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医生，还有这个股票这个分析师，都已经在用机器人来去算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要去股市，你是根本就算不过，你根本就猜不过，抗衡不过那个机器人脑子的，你就只能去给人去当韭菜。我不知道今天说这个话题大家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讨论区里边就是说去说自己的看法吧。我出这期视频呢，就是说突然意识到如果人机这个智能机器人时代来临的话，可能对我们是人类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提前去预防的话，去考虑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去学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就是不容易被机器人去替代的呢？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更加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就说这个话题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说不同意见的话，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再共同讨论一下。我是一心，喜欢我记得点关注。